我投票不投给国民党，是吧？这个大家可以做到吗？反对票投国民党，曹新成一开场，地图炮先对准台北市蒋万安。蒋孝安，蒋万安了，从头到尾就是骂陈时中。可是我们做过事的人就知道，会做事的人不会骂人。从他一不停的骂陈时中，表示他是不会做事的人。不满蒋万安拼命累积仇恨值，提出台北重现矽谷经验的蒋万安，再让曹新成直摇头。你做的业务跟新创公司毫无关联，是吧？这个是不诚实的问题，是个诚信的问题。你爱做什么替中共去募资，那你的事情，只要没有违法，只要不违法 ，OK。他说问说美国人不怕你，绿怕什么？绿的不怕，是问是他怕什么？左打国民党蒋万安，不忘在右轰新竹的另一个安，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。台湾啊，很多人喜欢炫耀我的学历，啊，我是博士，我学历很好，学历好不好跟抄袭不抄袭没有因果关系。虽然他也许念了很多书。他逻辑是不及格的。台北新竹双安惨遭一阵狂批，在一旁与曹新成第三度同框合体的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，终于获得了关爱眼神。加油加满了，不是在加了，被满出来。一定当选吧？对，郑运鹏获得曹新成力挺还不够，总统蔡英文近期第九度再次亲临桃园。文山市长中的 OK， 很 OK。出席龙潭新建停车场启用典礼，没想到蔡总统不小心把 OK 比成赞，尴尬笑了一下，望了一下郑文灿，随即改成 OK 三号手势。一旁的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坚守阵地，说什么也要替张善政的一号用力宣传。选前倒数，蓝绿同场，怎么样都和谐不起来。近新闻谢晨林玉成采访报道。